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僧人，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前往印度取经的法师，但是他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以及在向中国传播佛经和佛教文化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几乎是无人能够和他相提并论。而他那独特的人生际遇和传奇的取经故事，却以不同形式在中国代代相传。这个地方叫白鹿原，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东郊。原在当地是高地的意思，和山峦的高不太相同的是，原上依旧是平地，依旧可以种庄稼。公元664年，1340年前，一位僧人被安葬在这里。究其原因，据说是为了让当时中国的皇帝唐高宗在首都长安的皇宫中就能看见这位僧人的墓穴，以了想念之苦。据记载，这位僧人下葬的时候，唐高宗非常悲伤，长叹一声：“我的国宝没有了。”而白鹿原上送葬队伍绵延数十里，乡邻百姓痛哭的声音百里之外都可以听到。这位僧人的一生，为了他的理想，17年的时间行走10万多里追寻佛法的真谛，为了他的理想，19年的时间笔耕不辍，翻译佛经75部，1335卷，1300多万字。他的故事让后人神往。这位僧人法号玄奘。二叔，知道不知道玄奘？玄奘是唐僧。玄奘是唐僧。哦，您知道？哦。您是最初知道他是从哪知道的？那咱小的在学上学那个《西游记》啊，那都只有玄奘。在您的印象中呢，玄奘给您留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故事啊？那就是一辈子受尽这个千万苦，就是为去那个真经。牧羊人提到的《西游记》，就是后人以玄奘的故事为基础创作的一部神话小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四部长篇小说中唯一的一部神话小说。《西游记》讲述了四位性格特点迥异的和尚历尽千难万险，一路除魔降妖，最终取得真经，成为神仙的故事。唐僧就是四人组合中的师父。这部神话小说如今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地。在这家人生活的白鹿原上，已经找不到当年安葬玄奘的痕迹了。而从原上向西望，当年的长安城，现在的西安市区也已经辨不清楚了。位于慈恩寺中的大雁塔修建于公元652年，现在是中国西安的标志性建筑。从塔上往下看，有一座僧人的铜像屹立在寺前的广场上，他就是玄奘。睹物思人，历史过去了1300多年，人们已经无法将这座古塔和玄奘的名字分开了。当年玄奘取经回国后，就是在慈恩寺内抚卷劳作，翻译带回的诸多经文。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执政者对于建筑的高度非常在意，
这代表着一种地位和尊严。大雁塔就是当时唐朝首都最高的建筑，但不是给皇室修建的，而是为了保存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家舍利和诸多的经书。当时呢，玄奘啊，他是亲自设计了这座塔的形式，它的这个形式不同以往的唐塔，而是仿造了西域的素坡形式。而且呢，玄奘甚至于在这个修塔的期间呢，亲自背着这个挑担、挑土、挑砖来修这座塔。所以说，我们现在亲眼看到这座大雁塔始建之初，沿袭了西域佛塔的建筑风格。当然，经过之后的加固改建，现在的大雁塔已经看不出玄奘当年的设计初衷了，折射出的已经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传统塔的艺术。模样虽然改变很多，但是大雁塔的名称却保留下来。据说，大雁塔的名称来源于印度佛教的传说。当时印度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两大派，小乘佛教可以吃肉。有一天，有一个小乘佛教的和尚因为买不到肉来做饭，所以无奈地望着天上的雁群自言自语：今天我们没有肉吃啊。话音未落，领头的大雁便折翅坠地，这让全寺的和尚大惊失色，领悟出这大雁分明是菩萨的化身。于是他们在大雁坠地的地方建造石塔，就再也不吃肉了。因此佛塔也称雁塔。玄奘将这座塔也取名为大雁，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诠释，倒也很符合玄奘自己的经历。中国人常常将离乡游子的思乡之情付诸于大雁的身上，每年大雁群都要经历一次南西北返的过程，无论什么阻隔都不会改变他们回到自己的栖息地。对于玄奘而言，这个过程达17年之久。这些就是玄奘历经17年西袭东返带回的珍贵经文，它们并不是今天人们的普及读物，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津津乐道这位僧人艰难的取经过程，虽然脑海中经常蹦出《西游记》中唐僧的名头来。在你心目中，玄奘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苦行僧啊，是很有学问的人啊，那坚韧不拔性格，有胆量，而且有毅力的人，很够一个出家人的一个榜样。您感觉玄奘和唐僧是同一个人吗？玄奘是，这个我不太了解。我认识一个人，应该不是吧？就是唐僧。这个唐僧啊，和玄奘啊是一个人。这也难怪，《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以至于这名真实历史人物的风头竟被一个文学中的角色抢了去。西游记不能代替历史，就是当然也带着历史的影子了，但是也不能代替历史。所以呢，我还认为到处可以看到玄奘的精神。西游记中唐僧的得经之处称为西天，西天的原型就在当时的天柱，今天的印度北部。中国和印度之间有险峻的喜马拉雅山阻隔，在交通还不发达的1300多年前，人们如果走陆路到印度去，只好绕一个大圈子，从长安出发，经过今天的甘肃、新疆，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西亚，再由兴都库什山脉的缺口到达北印度的旁遮普。这条路在玄奘西行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走过，这条路线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今天的中国西安市南郊，有一组古丝绸之路起点的纪念雕塑，表现的是一个山帽驼队在沙漠里前行的情景。
丝绸之路虽然有一个很美的名字，但行程中的艰难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沙漠、戈壁、雪山，还有不可捉摸的气候因素。当时行走于这条路线上的多是两种人，商人和僧人。商人是为了利润在走，那么僧人呢？世界文化大而化之东方和西方，而东方的两个文化圈就是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两大文化圈。这个中国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的交流的历史使命是由佛教来承担的，佛教承担的。而佛教怎么来从事、来运作、来执行、来实施呢？有僧人。佛教文化里是包括的东西，就不仅是佛经啊，它有这个美术、书法、音乐，这个哲学、文学、历史。所以说，这个中国的学者有一句话，因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渗透太深了，说如果撇开了佛教，中国的佛教抽出来的话，中国的思想史不能写，中国的历史也就不能写了。自从公元一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有不少奔走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求法僧人和传法僧人，但除了很少一部分能够完成行程之外，有的在中途迷路后冻饿而死，有的被盗贼杀害，他们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之中。玄奘走过的路上，许多中国僧人的尸骨成了路标。现在来审视玄奘的画像，就仿佛是无数中国和印度古代僧人垒叠在一起的影子。西游记中的唐僧经历了9981难才抵达西天取道真经，但他还是比玄奘要幸福许多。玄奘法师当时难度比唐僧要大多了，唐僧是吴承恩演绎的，他起码还有个猪八戒，还有个孙悟空的，还有陪同的，还有三个徒弟。玄奘法师当时可是孤身一人，他发一个愿，宁可西行一步死，不可东退一步生，为法忘却。不至天柱，终不东归一步。公元628年，29岁的玄奘独自一人踏上远赴印度的取经之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如此执着地向西走呢？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瑜伽师地论就是玄奘下定决心远赴印度留学的初衷。这本经书严谨而周密地剖析了人的心八个境界的状态、功用、差别等方面，而且详尽阐述了一个人从普通人到成佛的全部修行过程。当时能够诠释瑜伽师地论的只有一个人，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法师。佛教在隋代已经很兴旺，但是就是众说临离不一，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各执己见，在同时在翻译当中也产生了好多有一些误点。他追求的非常精微的、很深邃的一些真理，大家都满足了，他不满足。真真正正称得上是普度众生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他的宗旨。公元581年，一位虔诚的贵族佛教徒杨坚，在中国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很好地利用了佛教宽容、慈悲、以求来世有善报的精神思想，结束了300多年各地之间的战争，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隋朝。从隋代开始，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进入另外一个历史阶段。
另外一个历史阶段呢，这和杨坚本人有关系，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也是中国民众中国社会的一种主观的自觉的选择。因为佛教的首先它这种宽容的慈悲的精神，对长期处于300多年动乱中的民众来说，他是渴望的，他渴望一种安定的生活，渴望着一种人性的关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伴随着隋朝的统一而兴盛起来，一种严格的僧侣选拔制度也随之建立。玄奘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出家为僧的。当时出家要求非常严，录取这个僧侣的这个官员啊就不要他，他就站在门口就不走啊，坚决表示，人家问他为啥要出家。玄奘法师他说是为少笼佛众，为广依法。当时录取26人，颇给把玄奘法师录取的，录取27个人。被破格录取成为僧人的玄奘当时只有13岁。也是从此隋朝政府给这个志存高远的孩子起了个佛家法名玄奘，这使得后人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陈毅。陈毅的家乡在河南省偃师沟市镇陈河村，离当时隋朝国都洛阳很近。当时洛阳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还是佛教的传播中心，许多著名的佛教寺院少林寺、白马寺都在洛阳附近。玄奘的家庭啊，这世代是儒学世家，同时在那个背景下，有时像他母亲呐、他哥哥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这大概对玄奘啊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清朝所建的南京贡院遗址。从中国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选拔人才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几乎是优秀人才的唯一选择。玄奘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也都曾在政府做官。在中国传统的农工社会中，这是一个令村里人羡慕和尊敬的书香门第。公元600年的一天凌晨，一个男孩就在这个书香门第中诞生了。他是陈家的第四个孩子。很早很早以前，这个凤凰台这个地方啊，是吧？就是有个凤凰，就是落到那里，叫了几声，这个玄奘这个从这陈家大院里降生。是吧？谈起玄奘，大家都存着这个心里边这个。就这个伟大人物呀，你不让咱村里真的有啥？这唐僧干啥呀？这个世界上是有名的，都知道唐僧。哎，那个人西天大佛取经，你不知道？是啥取啥经啊？不是念的经，取经验的。啊，创造一些好经验给农民。唐僧来说是陈赫啊，他家庭都在陈赫，他们是弟兄四个，啊，老二和老四出家了。老大和老三，哎，留着这村儿了，是这。那时候那出家，据历史上说，那时候出家没有一定的地位，没家庭没有一定的那，还不能出家的，出家还就是有条件的。说起玄奘，乡亲们都很亲切，也很自豪。据说小时候的玄奘非常聪慧，他的父亲陈慧是他的启蒙老师。中国的文化中历来讲究忠和孝。有一天，玄奘的父亲给他讲授中国传统的孝经，其中有一个曾子避席的典故，说的是孔子的学生曾子出于对老师的尊敬，站着听孔子讲课的故事。玄奘听到这里，立刻整好衣裳，肃然起立，对父亲说，曾子这样尊敬老师，我也要向他学习。玄奘的童年本来应该是快乐的，但是没过多久，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
年幼的玄奘只有跟着他的二哥长杰法师离开家乡陈河村，到洛阳净土寺生活。那时他才10岁。今天的陈河村土地依然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啊，这就是我们陈河村的老寨子了。我们陈河村呢有300多户人家，形成的是大户人家有占200多口。现在我们这村里面年轻人呢都搬到上面了，老年人比较厌倦了，现在在新村里，在老村里面住，都是老年人搭配的。陈河村里最好的建筑就是玄奘故居，一组具有隋唐风格的建筑群，别致优雅。凤凰是落在上边的一棵梧桐树上盘旋礼叫了三声之后，陈家四公子就降生了，也就是玄奘降生了。玄奘故居中还有一棵槐树，据乡亲们说，这棵槐树很有灵性，当年玄奘往西取经的时候，树冠就朝西，玄奘回国的时候，树冠就向东。除了这些动人的传说，故居里几乎没有多少曾经生活的痕迹，而故居的主人也被乡里后人安放在了莲花宝座上。中国农历的7月15是中国传统的鬼节，相当于很多国家的万圣节，人们在这一天会祭拜祖先，告慰亡灵。参加祭拜的村民都是妇女或老人，而年轻的男人们都离开了家乡，他们是到大城市打工挣钱去了。如果没有玄奘，这个村庄和中国其他的村庄没有什么不同。村里的傍晚是宁静的，少了城市的喧嚣，看戏是村民传统的娱乐。这出戏的名字叫《舞女拜寿》，它通过一个家庭里的故事告诉人们，不要以人的贫贱富贵来区别对待。很多中国农民就是在听戏看戏的过程中知道很多道理，并且把这个道理告诉后人。不是你娘，我小看你啊，你长住了一副穷相啊，你到死呀你也是穷死你啊，滚出去。如同玄奘小时候听父亲讲孝经一样，孩子们看戏看得非常认真。中国有条世界上最大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总长2400公里，将中国南北水系贯穿起来，极大地促进了沿途各地之间的经贸发展。这条运河的开创者就是隋炀帝杨广。杨广当然遵从他父亲的那个惯例，在没有继位之前或者刚继位之初啊，他也是对佛教，因为佛教事实上已经在整个国家统一和国家治理上发挥了非常重大的正面的影响。但是呢，杨广更重视的是当今、当世、现在。所以这个杨广到洛阳以后啊，比较奢靡。这样一位有眼光和胆识修筑大运河的皇帝，执政后期却让大运河成为自己寻欢作乐的工具，这样奢靡的生活导致了各地人民苦不堪言，只好起来造反。这时隋朝统一中国才30年，战争又在各地蔓延开来。
这其中有一位被称为秦王的年轻人追随他的父亲四处征战，无往而不胜。公元618年，这个年轻人帮助他的父亲李渊结束了隋朝末期的战乱，建立了唐朝，定都长安。这个年轻人就是李世民，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兴盛时期贞观之治的创立者唐太宗。玄奘并不知道自己的后半生会和比他年长2岁的李世民紧紧地系在一起。两位年轻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观察体验着当时混乱的社会。李世民骑着战马在战场厮杀的时候，玄奘和他的二哥长杰法师尽量远离战场，用双脚踏遍大半个中国，访师问教，讲经说法，沉浸在佛法的钻研之中。公元626年，李世民成为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一年之后，皈依佛门已经15年的玄奘来到首都长安，这时他的身边最后一个亲人也离他而去。将他自幼带离家乡领入佛门的二哥长杰法师不愿再颠沛于各地，留在了成都。从此成都佛学界享有陈家二季美誉的兄弟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而不久之后，长安就多了一位佛门千里驹。玄奘出轨以前啊，就从佛学这个角度来说，就相当于教授，甚至是硕士、道士、博士、道士，达到这么一个水准了。当时那个一个著名的老住持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啊，就是唐代的宰相这个萧瑀就推荐他去。他去的时候，但是他就没有应这个茬，他的一切就为这个去这个西域，取经做准备。玉帝此去，《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出发的时候，不可谓不风光。他是皇帝的玉帝，自然千叮咛万嘱咐，备好盘缠，列队值守恭送。如果玄奘知道后世如此抬爱，恐怕只有苦笑了。历史上玄奘西行的开始不仅不风光，反而较为狼狈。当年由于长安城附近发生灾荒，朝廷特许饥民可以出外讨食，玄奘是混迹于四处逃荒的人群当中才得以离开长安城。这样做是由于当时的朝廷，更准确的说法是唐太宗李世民并没有答应玄奘去印度的请求。史料上记载，玄奘属冒伪宪章，私往天竺，今天来看就是偷渡出境。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属于杀头之罪，因为这冒犯的是皇帝的权威。李唐他的这个出身不是传统的中原贵族，他门第不高，所以关陇地区，关陇集团，历史上有个关陇集团，当然包括隋文帝杨坚和这个唐高祖李氏家族都是关陇，所以自高门第，这个道教抬到第一位。因为老子不是姓李嘛，李旦跟李家一姓，尊为元祖，道为第一，佛为第二，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政策的变化，佛教在社会上地位被人为的压低，这显然对也促成了玄奘西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皇帝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天子。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有一个国家宗教，就是皇帝的宗教。另一位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表达得更为明确，中国人的原始宗教其实是天的宗教，而皇帝作为天子是唯一和天保持直接关系的人。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舶来的佛教，都无法动摇天子的地位和尊严，这是靠天吃饭的农耕文化的必然选择。而玄奘一个佛教徒竟敢违抗天子的命令私自出境，于是一张逮捕僧人玄奘的公文快马发给驻守在大唐边关的军队，
后有追兵，前有茫茫沙漠。凉州李大亮把他追上以后呢，他开导李大亮说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芸芸众生去寻找真理。这张公文的威慑力差点要了玄奘的命，这倒不是由于边关军队查得严，而是源于一名叫石潘陀的少数民族向导。这位向导可不敢像玄奘那样不遵照天子的命令来做事。据说石潘陀起初敬仰玄奘，一路跟随照顾玄奘沿丝绸之路西行，但就在快要出关跨出大唐边境的时候，越想越害怕，害怕唐朝边境缉拿偷渡的玄奘会将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也搭上，于是石潘陀想刺激杀了玄奘了事。但是玄奘合手诵经的声音惊醒了石盘陀。玄奘独自一人终于穿越了大唐边境。第一次和大唐天子李世民的交锋，玄奘虽然涉险过关，但偷渡过程实在惊险，沙漠、追兵、向导的刺杀。今天甘肃敦煌的榆林窟内有幅玄奘西天取经的彩色壁画，壁画中有一位尖嘴猴腮的猴行人牵着一匹白马紧随着玄奘，这位猴行人就是石盘陀。有学者还据此考证，石盘陀就是吴承恩笔下孙悟空的历史原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学的色彩的确让历史丰富绚烂很多。吴承恩应该对玄奘的历史颇有研究，虽然玄奘并非以大唐皇帝的玉帝身份前往印度，但的确是和取经途中一个国家的国王结拜成为兄弟。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市往东约40公里有一处古城遗址，布局很像唐朝的长安城，这是历史上的高昌国的都城，一个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化贸易大都会。高昌国是一个佛教国家，人口只有3万，僧侣却达5000名之多。从如今的帕兹克里克千佛洞精美的壁画中就可以感受到佛教在高昌国往日的兴盛，但是许多壁画已经被20世纪初来这里考古的德国人勒克克等大幅的切割运走带回柏林。当时的高昌国王居文泰对大唐国的文化非常仰慕，高昌国王知道他来的时候早早的准备，他进城的时候大概是半夜，全城的人都出城来，半夜来打着灯笼来好当当 的欢迎对我，对他的礼遇啊非常隆重。据说当时居文泰苦苦挽留玄奘做他的国师，但玄奘以绝食表明自己西行的决心，居文泰非常钦佩玄奘的精神，玄奘也感觉居文泰是个知己，于是二人就结拜成为兄弟，并约好取经回来的时候玄奘在高昌国讲经3年。临别时居文泰派不少人手沿途跟随和帮助玄奘，这个眼罩就是当初居文泰送给玄奘以便于沿途防风沙所用。马匹多得很啊，给他开的这个介绍信啊，就是邻国那个介绍信啊，开了好多，都是他的朋友都介绍说这儿有个高僧要去干啥去，希望你们一路优待接待啊，就是过关的那个过关的那办卡。偷渡出国却拿了别人国家的护照，这的确给了玄奘沿途很大的帮助，但是玄奘后来返回途中却没能实现讲经3年的承诺。那时小小的高昌国已经划入了大唐的版图，国王居文泰在大唐发兵时受惊吓而死。
在今天的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纳约90公里处，有一座古寺遗址，一大片红色的断壁残羹和一座规模宏大的残塔，塔中残存的巨大石柱上还可以看到雕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佛像，这就是那烂陀寺。那烂陀的意思是荷花，寓意着佛教的真谛、美、善、智慧和文化。那烂陀是印度的佛教文化中心，世界佛教文化的最高学府，集中了世界佛教学说的精华。当时印度的佛教文化在咱们玄奘取经的时候，这个两国的佛教文化相比较的话，那还是印度的佛教文化还是水平很高。经过3年的长途跋涉，玄奘终于到达了他心目中的西天那烂陀寺。那烂陀寺以盛大的仪式欢迎这位东土大唐的高僧，已经100多岁的戒贤法师亲自为玄奘传授瑜伽师地论。西游记中唐僧的法号三藏，三藏也的确是玄奘的称谓之一，这个称谓就是在那烂陀寺得到的。三藏法师的称号是精通经、律、论三种佛法典籍的象征，是一种至高的荣誉，这项荣誉丝毫不亚于今天的诺贝尔奖。那么玄奘法师到印度以后，兼学中观，又学瑜伽。中观瑜伽学了以后呢，他在融会贯通了我们中国道家和儒家思想，把它辩证以后呢，发表一本论文叫《慧宗论》。《慧宗论》发表之后，在印度周游五印呢，招进行这个讲学，把印度的佛教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玄奘的足迹踏遍了当时印度大大小小100多个国家，沿途的文化、地理等方面都在《大唐西域记》里被这位僧人忠实地记录下来，而玄奘也以他渊博的知识赢得了当时印度各国的尊敬。所以后人来评论玄奘的时候，就是他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不是达到，已经超越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水平了，是最高水平了。对当时印度整个民众的团结、国家的安定、政治经济的发展很大的影响，所以继日王特别的这个欣赏法师的才学，所以封他为国师。玄奘在西天印度的声誉与日俱增的同时，东土大唐的天子李世民已经让中国的疆土空前广阔，东起大海，西达咸海，东北至外兴安岭、库页岛。国内李世民虚心听取大臣的意见，减轻百姓的税收负担，使得各地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外交德威并施，唐朝之前历代帝王难以驯服的匈奴、突厥等好战的游牧部落尊敬地称呼李世民为天可汗，就是像天一样伟大的领袖。绵延的丝绸之路上，驼铃声不绝于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开放的年代。在玄奘那个时代呢，大唐帝国和印度是有外交往来的，他对大唐帝国是情况是知道的，是知道的，是了解的。比如王玄策经常出使印度，玄奘在那边他也了解故国家园的情况。这首乐曲是唐朝时著名的歌舞大曲《秦王破阵乐》，它原本是唐朝初期的军歌，李世民的将士们以这首曲子填上不同的文字，歌颂唐太宗李世民的英勇战绩。李世民显然很喜欢这支军歌，他还亲自参与设计《秦王破阵乐》的舞蹈动作。
继日王显然听到了秦王破阵乐，于是向玄奘请教，听说大唐国有位秦王骁勇善战，大家都用乐曲来歌颂他，真有这么回事吗？玄奘告诉继日王，的确是这样，秦王现在已经做了皇帝，成为天子，他善待百姓，减轻刑罚，各国都向他朝拜，他的好处太多了，就不一一的说出来了。继日王感慨地回答，国家昌盛到这样的地步，你们的百姓有这样的天子，好啊。玄奘这样替李世民宣传，是忘记了自己离开长安时被追杀的艰险，还是大仁大量不计前嫌呢？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各种宗教无一不是伴随着统治阶级的需求得以传播的。唐朝以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说是不依国主则佛法难立。显然，开放大唐的天子李世民无疑成为了玄奘心目中光大佛法可以依赖的国主。太宗也知道在印度有一个中国的和尚叫玄奘，因为两国是有外交关系的，使节来往，商贸来往，有交流的，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得到了印度人的普遍的尊敬，为中国争了光，为大唐帝国争光，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公元643年，留学11年，已经44岁的玄奘带着他的理想告别了印度，启程回国。他谢绝了戒日王的百般挽留，他告诉老师戒贤，他要将佛法的真谛带回东土，广为传播。佛教里边也有四报的规定，四报的规定，形式上是一致的，要国土恩、君主恩、师长恩、父母恩，要回报，要回报。所以呢，在这个玄奘学成以后，他还回来，这也是很自然的。同时说，就是一种爱国主义者、爱家乡啊。他要去经的目的，就回为了回来弘扬佛法。当时的玄奘未曾想到的是，印度给了他知识，他却给印度记录下了历史。因为印度气候热，它的文献不能保存，他写了这个大唐西游记了以后呢，保存了重要的历史的资料。这个我们现在了解中国跟那个印度的关系，中国跟中亚的很多国家的关系，都是跟依据了这本书。而且印度呢，那一段历史啊，资料是特别缺乏的，所以印度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呢，如果没有这个玄奘这本书的记录呢，印度的历史是并不很完整的。大部分印度佛教的遗址都有这样一个规律：印度人建造，中国人记录，英国人发掘。纳兰陀寺的遗址就是在1915年，一位英国人根据《大唐西域记》里的记载得以重现天日的。如今，在纳兰陀寺遗址的附近，有一座玄奘纪念堂，如同后来欧洲的马可波罗被中国人所知一样，中国的玄奘的名字也一直留在了印度的历史教科书中。今天在印度，玄奘仍然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今天的交通，中国西安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仅仅需要几个小时，空间距离的骤然缩短，使人们避免了玄奘当年的困苦劳顿，当然也就无暇感知他6年取经途中的逸闻趣事。但翻开《大唐西域记》，神往追随这位大唐高僧的时候，才黯然虚叹，书中所描绘的纳兰陀寺、巴米扬大佛、高昌古国、楼兰古城，还有很多都只能在书中神往了。现在
人们还在以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演绎着玄奘取经的故事。如果说400年前的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给玄奘还拢上了些许浪漫主义色彩的话，那么今天的电影《大话西游》的戏说可能让1300多年前的玄奘哭笑不得了。大话西游主要是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大话西游以西游为背景，爱情故事吧，无厘头的电影的。小心呐，打雷喽，下雨收衣服啊。哇，唐僧就是一个比较唠叨吧，然后废话比较多，他就完全颠覆了大家传统上对这个唐僧的印象，比较啰嗦，话多，把那个小妖精都人家都宁愿去自杀都不愿意听他在这啰嗦。人和妖精都是妈生的，不同的人是人他妈，妖是妖他妈，我受不了了。不过无论今天的艺术对唐僧取经的故事如何再度演绎，也无法动摇历史上真实的玄奘那一次伟大旅行带给后人的震撼。真正的玄奘不可能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滑稽搞笑的形象，话很多，绝对不可能，他们是完全把他一种戏剧化了。他仅仅是借了唐僧这个名字，并不会有损真正唐僧或者说真正玄奘在我们心中的印象和地位。而且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品质非常可贵，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就要借鉴得到的，就是说干什么事要能看到光明，然后你只要你看到光明，看着远处有一盏灯，然后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你都能够走下去。纵观世界历史上实行君主专制的国家，国家的富强和君主的个人素质息息相关。中国唐朝贞观之治时期国家的强盛，不仅仅是因为天子李世民的管理能力，更关键的是李世民有一个博大的胸襟。这一点在对待玄奘这样一个偷渡出境的僧人回国的态度上就可以感受到。公元645年，46岁的玄奘回到阔别17年的大唐首都长安。据记载，在此之前，他专门写了封信给李世民，请求原谅当初偷渡出国的做法。他回来的时候，他沿途先上一道表彰，先请罪。这个就可以看出来玄奘智慧的一面，他先请罪。然后太宗当时正准备去征辽，正在洛阳准备备战，听了他以后下到表上请他赶快来免去他的那个私渡之罪。当时的长安城百姓蜂拥而出，敲锣打鼓，就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欢迎队伍有几十里长。唐太宗李世民还专门让当时的宰相，相当于今天国家的总理大臣，亲自前去迎接。玄奘带回来的经和这个佛教里说的这个珍宝啊，在长安街上那就是万人空巷，轰动的不得了。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僧人有志这个行动的话，受到这么大的、这么长满浩大的欢迎。这时，玄奘最想见到的人就是天子李世民，于是他连夜赶往洛阳。两个人在洛阳的这次会见是两位英雄的会见，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重大的历史时刻。当然这两个人李世民和玄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他的抱负、他的境界都是有差异的，兴趣、性格等等都是有差异的，无疑他俩性格都是非常坚强的，甚至可以说置生死于度外的，这样非常坚韧，同时又是非常智慧、非常聪明的。于是，两位智慧的人在洛阳的会见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李世民要求玄奘还俗为官，
玄奘拒绝了。玄奘希望到少林寺继续自己的事业，李世民拒绝了。李世民要求玄奘将沿途所见所闻、异域风情记录下来，于是一本伟大的游记《大唐西域记》应运而生。玄奘希望朝廷支持自己的译经事业，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译场，类似于今天中央编译局这样高规格的翻译机构。如果我们从佛教这个角度，这种思维方法来理解的话，玄奘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得到了他所要得的东西，那么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什么？自由。对，他失去了自由。从此以后，每时每刻，他都是在朝廷的目光下来工作。从此，舍弃了自由的玄奘开始了丝毫不亚于17年取经艰辛的翻译事业。他翻译佛经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他有一个庞大的翻译佛经的班子。印度梵文是非常难学的一门语言，一个词根有数十种甚至上百种的变化，非常难的。有的人在斟酌文句，有的人叫订正那个意义，最后还要经过他统一的这个审修，那要求得无限的尽量的准确，就做学问的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所以君王对他的敬重是他的学问和人格，他的精神敬重，持之以恒的不变的一种信念的感化。唐朝皇帝李世民对于玄奘的敬重通过一篇文章清晰地记录下来，这就是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李世民为唐僧写的序，因为唐僧呢去印度取经回来以后呢，这个李世民给他写的序啊，这个碑呢是怀仁和尚及王羲之的字所写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僧人，他觉得呢，就是当时的皇帝能为他们写一个序是很荣耀的事情，所以呢，《大唐三藏圣教序》是李世民在阅读了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之后，在陕西的玉华山所写下的。这篇文章里，李世民盛赞玄奘为法门领袖。玉华山山清水秀，树木葱茏，据说当时作为唐代四大离宫的玉华宫，曾经有过十殿五门的恢宏气势。皇帝李世民邀请玄奘一起到这儿来度假，二人经常促膝长谈。李世民去世之后，玄奘就来到这里。玄奘法师晚年4年主要在玉华开始翻译经卷，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就是玄奘法师翻译经卷的一个盛况了。他一生翻译了1335卷，而在玉华呢就翻译了682卷，其中最长的一部经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呢就在这个地方翻译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玄奘法师翻译的一个情况呢，是玄奘法师手拿梵文，口念汉文，众旁边都是他的弟子帮他进行一个辅助工作。有的在离玄奘纪念馆不远的一片农田中，有一株婆罗树，据说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就出生在婆罗树下，因此这种树被称为佛教的圣树。据说这个热带树种就是玄奘当年从印度带到中国的，但是玄奘亲手种下的婆罗树已经枯死了。不过在枯死的老树旁边又有一株新的婆罗树长了出来。玉华宫呢是唐代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离宫，这个它在唐代呢具有非常大的规模，它有10个宫殿5个城门。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速成殿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它其中的一个殿。玄奘法师呢就来玉华宫玉华寺译经，他就生活居住在这个速成殿这一块地方。咱们现在能看到的后面这一块石窟呢，就是玄奘法师自己这个亲自这个开凿的。在这里面发现了玄奘法师敬造的这个金刚佛座，还有呢就是中国最早的这个佛座印石碑。
这个呢，在咱们中国佛教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堪称佛门圣宝。一生致力于翻译工作的玄奘，只留下了这24个字。据说，玄奘晚年在这里修筑了很多佛像，他经常一个人面对着佛像静坐。我想他在拜的过程中，他心里一定是百感交集的。他所克服的困难，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绝对不是像《西游记》说的那样，有很多很多人帮助他，不是那样。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人帮助他的，完全要靠他自己人来克服。这种坚定的信念，我觉得正是人们称他为民族脊梁的原因所在。公元664年，65岁的玄奘积劳成疾，在玉华宫溘然长逝。玄奘法师不仅是一位渊博的佛学家和第一流的翻译家，而且又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伟大的一个国际主义者，这个伟大的僧人，伟大的一个外交家。一个了不起的伟人，一个民族英雄，民族的脊梁。一般人们总是这样认为，有的人在尘世里遭受了挫折和不幸，或者是事业上的惨败，或者是情感上的不如意，就会看破红尘，遁入佛门。他们在事业上没有志向，在情感上没有寄托，他们心如死灰，万念俱空。然而，面对玄奘这样一位1300多年前的僧人来说，这真是对佛门的大误会。